寐以求的时刻终于到来了，啊、太开心了！黄妈妈，恭喜您，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一万元！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开心！您今天绝对是我们开门大吉，老奶奶有福气。所以您是那位老奶奶心里的一缕阳光。现在您又有一个新的身份了，就是当婆婆了。嗯啊，我没觉得是婆婆，我觉得是妈妈。啊，更比婆婆更亲，更进一步是吧？对，两个人处得特别好。对，真把 baby 当自己的亲女儿了。当然。所以她的戏您也会看。对。啊，评价一下这媳妇儿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媳妇特别孝顺。嗯。在节目里是一个女汉子，啊、但是在家里边不是，挺温柔的是吧？非常温柔。我看她那个撕名牌撕的，我都没想到，你知道，我没想到。其实在家里是个乖乖女啊，非常乖，没事在家画画，嗯、啊，写字，真的、嗯，很乖的，都不出门。哎呀呵、嗯，所以从那个黄妈妈的口里了解了不一样的小明和 baby， 对，对吧？对。刚才跟小明通话的时候，您说到了您的一个期待，就是早生贵子。有些爸爸妈妈呢，就是。会把这话反复挂在嘴边说，不停地给他们压力。你们属于那种爸爸妈妈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是从我生孩子的时候26，我觉得我特别小、嗯，我有时候累了我都哭。嗯，真的。所以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期待，就绝对不会给他们压力。对，不会给压力的。这事情还是顺其自然。对。